在这个长城的基础上的明长城的基础上呢，因为有土，把它平整完以后，这个种了地了，啊，因为这个我们这戈壁滩上有这么一块地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说呢，就造成了今天把这个这点遗憾，这段长城呢就纯粹就不存在了。长城还没用途啊，那反正就是说，是从俺得看这个，要么挖的啥，要么挖土呢。以前那个乱些乱花过，对不对啊？你像那鸟叫唤那个地方，都要拿石头砸，一砸屋子把城墙都砸坏了嘛。不是那么太乐观，反正是，好多地方嘛，还需要，更多的政府更多的努力吧。上面呢，就常年的这个风吹雨淋，它有点酥碱，有点发酥。上面如果有桥，汽车在上面走，下面是个长城，是不是很觉得对不起这一段长城？所以我们鼓励，就是在资金到位、各方面容许的情况下，从长城底下去穿越。而从恢复，如果恢复的好的话，我长城上面感觉不到有人在我上面动过手脚。